接着我们来做一个整理，我们用铁钥匙镀铜来把我们的盾度的东西做整理。第一个，谁在正谁在负，谁要放正极谁要放负极、第一个谁在正谁在负，我们请有一位可爱的小女生，有吗？有可爱小女生吗？有，十三号，谁在？铁钥匙放在负极，铜放在正极，请坐下。铁钥匙放在负极 ，OK。然后，请问你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？这第一个是负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。帅哥，帅哥几号？看不到，二倍，二十八。负极半反应啊！请坐。铜离子变成铜，生成金属。那请问你正极半反应？正极半反应？正极半反应？可爱小女生 ，eleven，eleven， 挂掉的 eleven 加。正极半反应，西欧二正哦。你给我重来，赶快。西欧，然后二，然后负，负加一正二。不要动他，很稳他。快点啦，我要。另外一个 西欧变成西欧二正，一个一个啊。加两个正变。你说。我告诉你要背。好，可以，好的，生成离子，好，正极质板，正极质量增加还是减少？正极质量增加还是减少或者不变？帅哥男三十二，正极质量，请坐，正极质量会减少。问你负极质量会增加减少不变 ？Number 十二号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把它叫出来，要看到可爱的你。负极质量会增加，请坐。负极质量会增加。容易的颜色会变深还是变浅，还是不变？容易颜色变深变浅不变。帅哥，有帅哥吗？有，三五。三五，容易颜色不变，请坐。容易颜色不变 ，OK。然后呢，来就开始，我要用铁钥匙镀铜，要用含有什么东西的电解液啊？你的电解液啊，要含有什么离子啊？我要铁钥匙镀铜。我那个电解液里面要含有什么离子啊？啊，铜离子。Number 十六。铜离子。十六。铜。铁钥匙镀铜里面含什么离子啊？铜离子啦。铜离子。带有所谓的拟度物的重金属，拟度物的，拟度物。好，来开始问那个无聊问题，用谁除锈？用谁除锈？用谁除锈 ？Number 十二。哇！用砂纸除锈。请问你用谁去油污？请问你用谁去油污？其实不一定要用那个啦，剪它们都可以。可是我要你背，我要教的那个六号。用谁去油污？请坐，氢氧化钠去油污。请问你先用什么东西冲一冲？先用什么东西冲一冲？然后三十。蒸馏水。
请坐，先用蒸馏水冲一冲，然后最后用什么把它可以让它很快的干燥，就用什么东西冲它，让它可以很快的干燥。各位可爱的 number one 一号，请坐，丙酮。老话一句，这里的整理就给我通通给我背好就对了，这里的整理就给我全部给我背好就对了啊，就是你该要记的事情 ，OK。